啊，怎么起飞？要不要进入塔台运行？我现在这边这个都会调，但是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直接起飞的，哦，直接起飞，没有经过他们塔台运行。好，你现在还没有开出去哦，嗯，要沿着那个黄色的线。啊，它这种飞机模拟，它是沿着压着黄色的线。啊，不过因为螺旋桨飞机，它会有那一种效应。它会偏左。好。哇，它会飘来飘去哦。对。好。哇，这些显示卡关系。那我再猜，应该是我那显示卡的线的问题。线可能有点怪怪的。太久没用了。